等一下你回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很漂亮。美发师拿起剪刀细心修剪，为小朋友设计出最流行可爱的发型，流线心脏型让孩子们笑得好开心。好的，谢谢姐姐帮我剪头发，我觉得很可爱，我心情很好。免费帮我们剪头发，非常谢谢他们。知名美发团队回馈社会，在县长夫人牵线下来到峨眉和复兴国小做爱心义剪，服务当地学童和乡亲，更贴心提供到府服务，让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不用辛苦奔波。我们曼都每一个月呢都会做这些的爱心义剪活动，偏僻的地方或者是那个我们那需要帮助的老人，那也让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来做。在做这个社会大众的服务，这个义剪以后，我也希望不但是以曼都出发，其他能够站出来的各种的活动，各方面做志工的，做帮忙这个弱势的，帮忙偏远地区小朋友哈，都很高兴，希望这种活动能继续的举办下去。复兴国小为了感谢美发团队的爱心，除了准备感谢状，小朋友也主动用直笛合奏，表达对大哥哥大姐姐的感谢，展现乡下小学浓浓的人情味。小朋友开心的笑容是美发师们继续推动义剪的原动力。县长夫人期望更多企业能够站出来支持公益活动，一起为社会来服务。Yeah!